今天澎湖追风音乐节明天将在澎湖登场，这星期六的主题之夜有多位惊奇重磅卡司，要嗨翻现场。盛开的花朵不断开合花瓣，还有蝴蝶飞舞其间。这是澎湖观音亭休闲园区。2023年澎湖追风音乐节19号在观音亭休闲园区登场，吸引不少民众晚间来园区感受气氛。搭配很漂亮，然后音乐也很好听。我还带我大儿子，我大儿子很期待。园区缤纷亮丽，周边光环境13处主题区晚间试灯，七彩变幻灯光搭配悠扬乐声，还结合了地景文化打造的移动灯艺花车，让游客可以玩得开心。每周六的主题之夜，歌手现场演唱，超强卡司阵容轮番上场。每个礼拜六都有我们所有的主题之夜。那我想，我们除了我们的旺湖蔡健雅，还有我们的谢金燕来开幕，闭幕的时候也有我们的阿令来闭幕啊，最璀璨、最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光的呈现，让所有的游客和我们的乡亲们能够在这边不但可以听音乐，然后看很漂亮的这一些光元素的这样的一艺术作品。歌手现场演唱，还有静态结合了光风音乐而成的灯光秀。2023澎湖追风音乐节8月19号登场，一直到9月30号结束，游客将在澎湖享受一场光影结合的音乐飨宴。记者林静彤，澎湖报道。